来，老弟们打一个起球啊！这样打完了以后，给老铁们测一下距离。一点点，我操！别用了，差一点，距离有点远，弹幕有点大。运气太好了，来给老铁们测一下距离啊，看看这距离是多远。来，收回来点，不得看。120米啊，老铁们，来再给老铁们测一下这个大棚的距离啊，500多米啊。所以说很安全啊，玩光呢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啊。这回咱把这个是测距仪望远镜，咱们摘了它，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真实的距离，再把它收回来啊。刚才气球看到小白点了吗？就在这个位置啊，运气好啊，